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我的影片让你永远看不腻。那我们今天要去台中城市赛，没有错，传说对决办了三场比赛，高雄、台中、台北啊，台中是最后一场。那我们今天要去参加最后一场的城市赛。我现在在我朋友家，熊大他们家的地下室，然后，嗨，我们跟大家都是好朋友啊。那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到这个城市赛会场，在这个逢甲大学里面。那我相信我的客群会来啊，我的客群是国小生嘛，我的客群今天就不会来，所以等一下去那边希望会有那个女大生，有没有？你是皇帝吗？你可以说下我的原味内裤吗 ？OK， 那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到会场。我觉得我现在讲话有点不清醒，因为刚刚睡醒，我现在有点头晕目眩，然后我的包包丢在早餐店里面，现在要去哪？姐姐，我拿一下我的包包。我忘记拿了，谢谢。没注意到。拜拜。嗯，我跟大家都是好朋友。那我们准备出发到会场，然后跟各位介绍一下我的队友熊大，还有零三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叫零三，反正就是。I don't know。那我们现在进来到这个逢甲大学哦，人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多人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检录，要去报名了，因为现在这边我们好像有点迟到。好像快打不到比赛了，反正我们现在就是准备去检录，对，检录 ，Let's go， 人很多。OK， 各位，我们城市赛第一场比完了，赢了，我们六分钟就打赢了。那现在因为会场人太多，所以我走来旁边拍，你们看后面都是人山人海。反正我们等一下要准备第二场，然后我想拍这个路人网的企划，但是我的耳环掉了，等一下我的耳环掉了，然后哎呀，你看 ，OK， 那我们等一下就准备打第二场，第二场感觉要等很久啊，因为今天人感觉很多，快点队友合照一下，少一个少一个。OK， 各位，我在城市赛里面东绕绕西绕绕，我们找到了我们的空花者，还有小明的女朋友。你有报比赛？哎，靠腰嘞，那我的啦。好啊，芝玲都不理我啊。没关系啊，看透了，看透了，跟小明一样。海牛，我等一下要拍那个路人单挑路人网，你有没有兴趣来插一卡？我单挑有点不够水准。你太谦虚了，没办法。好 ，OK。太烂了。我们等一下可以合照一张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终于当然可以。可是好像很多人，我这样会不会算插队？不会不会不会，他们是在排要比赛。哦，好。你第几组？我第三组。第三组。对 对。我们已经打完了，我们第一场六分钟就赢了。希望我们可以在四强见。好，你的队友都来了吗？他们在吃东西。啊，你怎么没跟他们吃？因为我先提早到了。好、啊、，OK， 各位，我们等一下跟海牛合照一张。各位，没有想到我来这个城市赛现场啊，竟然遇到我以前的超级粉丝，以前他已经不是我的粉丝了。哦，是啊，他现在是什么韩国塑胶男团的粉丝。OK， 他喜欢我很久了，对吗？亲我一个。没有，他今天做卡片给我啦，我们来阅读一下卡片的内容，你拿着来看一下卡片的内容。为什么要看？太多字了吧，为什么现在要看？太多字了吧。他很喜欢我的影片，然后加今天大概822天，他喜欢我的影片800多天了哦。啊、哦、非常的赞啊，好久没看影片了。那你在喜欢什么？你在喜欢什么？你很久没看我影片在喜欢什么？觉得你好像越来越成功，当然啊，被你喜欢怎么可能不成功呢？对不对？瘦的跟什么一样？我很瘦吗？真的吗？好，我会多吃一点，我变超帅，跟以前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我现在是进化了，有没有后悔？好 ，OK， 反正他就是写的信给我，我回去再好好阅读一下，很感动哎，第一次收到这种东西。不过你的字要加强，我的比较可爱。哎，你的版面占了1分多钟哎。真的很可爱，收下收下。要当我女朋友吗？找一楼，一楼你要当我女朋友吗？你不要的话，他要当喽，强迫一楼当。
今天怎么穿那么可爱？哦，干，好亮。亮。OK。润，你这，哎，你朋友来？朋友在哪里？那两个。对。哦。啊，你自己跑来就没跟我讲，很难过。你今天怎么穿那么可爱？因为我有点。怎么？你这样拍我好矮。你没有，你本来就很矮啊。算了，还是很矮。那你今天来这边干嘛？你又没打比赛，就来凑热闹。凑热闹。啊，你妈嘞？你妈走了。啊，你要怎么回去？晚点再回。你要晚一点再回家，我载你回去吗？啊。OK， 有点害羞哎，见到我的女神，我的女神，我天哪！各位，今天这个城市赛呢，让我收获最多的就是我身旁这个女神。来跟各位讲一下，你几岁？我25。25岁，我跟你讲，大家都是我的粉丝，是国小、国中，来，是不是我的粉丝？是。他说他追踪我很久了，多久啊？其实我是在那个就是 YouTube 看到你的，然后你是看我的什么影片？蛮多的，就是还有带妹妹失恋去逛夜市，而且很正哎，我的菜。口罩可以拿下来吗？拿啦拿啦，好啦，听话听话。不行，你要拿我。我拿，我当然不行啊！哎、欸，我靠着吃饭呢、欸。如果你说私底下偷偷给你看，那可以。但是我荧幕前，我一定要拿。拿啦拿！哎、欸，不要再往后，我会踢到人啦。对不起。来，拿一下，拿一下。很漂亮哎、欸。多身高多少啊？158。158。嗯。158。等我一下。158，各位，小芝麻是我的菜。我再问一下体重。体重呢？42。可恶，各位，我觉得我快把持不住了。158、42。各位，我必须忍耐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忍耐，我不会跟他发生。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很帅啊。很帅吗？认真吗？认真。你觉得我会不会是个好男朋友？会。会吗？因为对妹妹很好。哦、对妹妹很好，其实从某种角度就可以观察得出来。对啊，就是有看你们的影片。刚好也是我的菜。那今天城市赛你打得怎么样？第三场输了、嗯、你觉得你自己表现有不好吗？还是队友的问题？有，我表现蛮不好的。可是你打到第三场很厉害嘞。我紧张了，都是队友在 C。 真的吗？嗯，你很谦虚耶。你说真的很烂，说一下战绩。我不知道、啊、怎么可能不知道。来，现在看一下。哎，桌布是狗耶。你 是很喜欢狗狗吗？对，你超爱狗狗。对。狗跟猫呢？狗。你是狗派的？我是狗派，我家养那。你知道我什么派的吗？你是什么派？不要讲好了，刚刚撩稍微撩他，说我不会撩他，我还是不要讲好了。他感觉交了很多男朋友。没有。来交几个？我交过三个。哎、欸，跟我差不多。真的啦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打战绩多少？457。你打457？还有0111耶。OK， 其实不会想象中那么糟糕啦。我们下次可以双排带你飞。哎，应该是说送他下去啊，说错了。大家觉得这个小姐姐怎么样？各位觉得我们两个登对吗？不要害我被打。没有那么夸张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城市赛 Vlog 就是跟这个小姐姐做结尾。哎，你的版面占最多。很丑哎，我今天水肿。这样还水肿？嗯。那你有什么话想对观众说的吗？多多支持皇帝。哎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今天来城市赛赚到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过依照我的个性哈，我觉得采访不能这样结束。请问一下你的三围。OK， 反正能够认识到这小姐姐很荣幸。那我们有机会在下次城市赛见面吗？会。你三场都有参加吗？没有，只有参加第一场。所以你说试试看。所以你是台中人？我是台中人，可是我现在在台南。为什么在台南？我之前工作在台南。所以现在工作也在台南。嗯。那之前跟现在有什么差别？那我们有缘再见面。好。好。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皇帝。我的影片永远让你看不腻。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Hi, 各位，我现在绝对不是怕说影片片长太短，在补画面，绝对没有。那我跟熊大还有队友们，我们一起来吃这个韩式烧肉。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吃韩式，因为我觉得很麻烦，他一直换那个纸，但是吃就吃了，也别嫌。然后熊大说，为什么我的饭里面会加葱？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吃啊。他说我是怪人。反正我们等一下要出去逛逢甲夜市，就在外面而已。好，我继续吃。我只是来补画，不是，我只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上面那个在摇的那个，上面那边哪边？哎，你等一下，好，可以看不到没？然后再放大后面那一个。
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今天的城市赛结尾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刚刚逛完逢甲，为什么没有拍呢？因为我懒得拍，不要凑进来了。反正我觉得就是今年的台北嘛、高雄，然后台中城市赛，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台中。而且台中的话，我们这还有拍非常多的企划，大家再好好的期待一下，我会陆续的上传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各位喜欢，记得订阅我，打开小铃铃，谢谢皇帝，我的频道里都也看不腻。那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说拜拜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